现在打雷了，断网了，只能找一个游戏来打发一下时间了。看一下军旗，这个东西不需要网。人机对战，我选这里的一个红色连长，它是蓝色的连长。然后再选一个红色的工兵，我也进来。好家伙，看一下他。哎，他大呀，快跑！又是工兵，哎呀，我杀不了他的工兵呀！我先把工兵，先把我的工兵救过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已经成死角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啥？营长。他，我看一下这个地方。哎呀，我的连长，到底上一个地方这边。我站中间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吧，连长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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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这个连长肯定死定了。看一下他也许能救连长呢。哎呀，师长，吃了他，哪里跑？我看你是谁。你，你是谁？炸弹，我用一个师长杀他一个炸弹，确实不划算呀。下来吧，杀营长，吃了一个营长，上来，杀了他。我又来一个师长，我看这是谁？我的司令，看这是谁？地雷，把路堵死了。这个地方，旅长，我的，我可以杀营长，杀，用旅长杀炸弹，划不划算呢？看一下这是谁？还是旅长？看这个呢？军旗，他出了一个工兵，那我排长杀工兵。他的工兵要挖我的地雷，如果敢挖，我就用团长杀他。我排长进来，司令进来，我的排长进来，哎呀，还没我大，杀了他。我看这个是啥？他的排长，排长死定了，杀了他。军长，好厉害。杀工兵了，杀工兵了，连长我就在这堵着他，不让他出来。然后我用司令杀军长。我先看一下这个是谁，炸弹。我把炸弹弄进来，然后把司令弄出来。我用司令杀他，他如果跑军长的话，我就用炸弹炸，杀了他的工兵，杀了你军长。够阴险的，看你是谁？哎呀，行，我用一炸弹炸了他军，我赚了。对，一个人有俩炸弹，他死了一个炸弹了。我这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炸弹，我把他这个炸弹给灭了之后，我的司令就是老大了。当然，除了他的司令之外，除了他的司令就没有能弄得我的。这是啥？哦，他的司令在这里。好，司令在这里。旅长，我的军长，早知道早就掀他了。他的司令被堵在这里了，师长死定了，杀了师长。这是谁？团长，杀了团长。这是谁？我自己的团长，地雷，营长，我的营长。炸弹，他的炸弹，他的旅长，这是啥？地雷，他还有两个雷，还有三个雷，我还有两个工兵，两个工兵挖三个雷，难度挺大呀，两个工兵挖三个雷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
如果说挖这一个陵，那很可能那挖完之后直接就死了。挖这个的话也是这么个情况，现在得把这一周围的东西全部给消灭掉。我先用司令杀他的排长，那杀一个是一个。军长上来，现在他能动的棋也不多，都团长吧。这样磨时间吗？不好不好。转念一想，如果说我的司令和他的司令同归于尽了，我这边还有军长，他那边没了，他军长已经死了，这样我还是老大，所以必要时刻我可以考虑我的司令和他同归于尽，我把司令弄出来。我把工兵弄出来，挖了这个雷，上当了吧？那你司令就死了，我军长可就是老大了。你排长还出来，排长，哎呀，旅长杀你应该没事吧？好。炸了，先把这个工兵弄出来，找时机挖雷。先把军长给路让开。那好呀，杀我团长杀呗，我不要了。你这不死定了。杀。挖雷了。哎。他还出来。得进去。找死了。出吧，出来呀！不出来了，不出来挖雷，一个，两个，他没有雷了，扛军旗了。我现在最小的是排长，我求求你杀了我的排长吧，最小的扛军旗吗？有本事你杀我呀！他还挺聪明，还不杀？你不杀就行了吗？杀了吧，那这样我最小的就是连长，你有本事杀我的连长呀，你不杀我连长直接就去。哎，这电脑还挺聪明啊。那杀了你，如果说连长也死了的话，那我旅长更近，连长没了，旅长来了，赢了，真好。